爷爷奶奶想你想哭了，你想了没有？我也想你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也想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妈妈。出了一道远门，家人都把我当成亲戚在对待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太不好意思了。韭菜盒子很好吃啊，这次回去拿上一点韭菜的种子，然后种上，到时候我给米粒做着吃一下。今天我姐夫他们下来，然后他们说要做火锅，然后呢我们在我们这边的这个菜市场买点菜做点火锅，再买一点小吃吧。回来我啥都没买，买一点水果呀，买一点东西。这是我吗？是我亲妈。这是我姐，我亲姐。很多人都说我是她哥哥，但是她真的是我姐姐。家里面就能不这样。这是我姐夫。你说没说掉？都腌一点，都腌一点。入辣的这个，那个怎么的？那这个胳膊，这两个是。都落这些吧，不错。来一点吧，来一点吧，多一块吧。嗯，都是一个价吗？哦，一个价，我不给你五块，六块卖的就行。哎，真谢谢啊！哎，谢啥呀？这那是回来一段时间，还去？哎呀，桃子吗？哎，去。要不要桃子？啊？好了，今天我用这个菜给儿子、女婿、女儿他们做顿好吃的。本来这些菜就是八月份儿子媳妇他们来了吃的，可是儿媳妇没有来，所以等他回来我再给他下一次的煮。Thank you.
今年我们上半年在瑞典，所以这个温室没盆，我妈在那个后面呢种了马铃薯、洋芋、土豆，就这些。去菜市场去卖吧。我妈是个读书人，也是一个农民。我有点稍微的有点高一点点。我妈种了很多菜，这几天在家的这几天就一样一样的慢慢吃，然后吃两三天之后我去上海。我让我儿子每天吃的很可味的味道。幸福吧，幸不幸福？很幸福。玉米长上了，今年我三三女弟他们吃不上了，等下年种出来他们回来再吃吧。这都是个破账。我没有跟我姐姐拥抱一下，然后我姐姐哭了，她想让我拥抱一下她。我三十年了，我没有拥抱过，来。拥抱一下。